谢谢你多年的支持，让我心中随时充满了温暖。更谢谢你在我决定投入 Lost Dream 自主品牌时，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，让我能全心全力地投入这神圣的一战。高兴的是，台湾的消费者给了我们 Lost Dream MPV 正面的回响。为了跟你分享这份喜悦，借着一部 MPV 的模型车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台湾汽车自主品牌 Lost Dream 重要的里程碑。你会发现我们对模型车设计的用心，就像是我们对品牌的用心一样。很高兴在经营汽车品牌这条路上有你这位好友相伴 KC 胡开昌。2009年10月31日。